要找社区两位最美女青年。最美女青年啊？啊，那最只能应该是一个是吧？对呀，俩也不能叫最呀。那你说了个病句啊？有病。对对对，是有点病。那个，我找美女。哦，找美女啊？啊，那肯定是找大美姐的，你俩聊吧。哎，别别别，我找你。找她呀？那你跟她聊吧。出师不利，把问题想简单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会儿考验我应变能力的时候，我有办法。大美，你出来一下。最美的女人，出来一下。最美的女人，最美的女人。大美，收一下物业费。你让谁给压抑成这样啊？没有，就是收物业费累的。你收物业费是吧？啊，物业费没问题，我可以交。啊，但是我想确认一下，你刚才说谁最美来着？最美？你最美。我？你你大点声，谁最美？谁？你最美，你最美，你最美。我美的这么不光明正大吗？赵刚子，做人要表里如一，心口一致。忽悠谁呀？以为我看不出来？哼！失败了。黄小华，黄小华，最美女青年，最美的女人，最美的。嗯。干嘛呀？收一下物业费。你嗓子哑了？收了一天物业费，累的。收物业费啊？收物业费不着急，但是刚才你说谁是最美女青年，那谁是最美女青年呢？你啊？你我美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吗？你忽悠谁呢？哎我收个物业费，怎么好像我做了什么缺德事儿似的？我怎么还偷偷摸摸的？软的不行，我来硬的。黄小华、大美，出来交物业费了！出来，出来交物业费！嚷嚷啥？嚷嚷啥？我正看女足呢，正看球呢，关键时刻。你先别看球了，把物业费交了啊！不就是交物业费吗？物业费是应该交的啊。但是，你先收谁的？你先收你的。行。哼，赵刚子。哎。过来，凭什么先收他的？为什么不先收我的？怎么了？我看上去像很缺钱的样子吗？不是，那我错了，我先收你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等着。行，先收你的。没，说好先收我的，怎么又先收他的了？怎么的，我长得娇小就显得像很没钱呗？不是那个意思，那先收你的行了吧？行了，现在麻溜着只能先收你了。你晚了。哎，不是，我收了这么多年钱了，我第一次遇到，哎，交钱的时候还争个第一第二名的。看来我对他俩了解还不够深透。没问题，随机应变，我有招，必须把他俩叫出来。不行啊，这交个钱还争个第一第二的，这先叫谁后叫谁，这容易摊上事儿。我有办法。黄小华、大美，出来。行了行了，出来吧，交物业费了。干什么？地震了这是？不是，你说你这个……别说话，别说话啊！我知道你俩要问啥。我告诉你，刚才我可是站在中间啊，不靠这边也不靠这边，我是同时敲的你俩的门，我同时。街坊邻居们，对不对？你刚才啊，站到这儿。对。你等会儿，你把手伸开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
我就知道你俩要问这种问题。我是谁？我给你俩演一遍。我刚才是这个造型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俩闪开，往后退。你这样，我说这样，来一二三，走。完了，我说皇上皇大美出来交物业费，是不是这样？妈呀，我太聪明了，我都佩服我这个智商。拿钥匙开一下门吧。没带。赵刚子，你把我的门也锁上了。拿钥匙开一下门。没带。不交了，明天交吧，不要紧。我去给你俩找那个开锁公司开开锁公司。等开锁公司来，我黄花菜都凉了。你知道我干嘛吗？我早跟你说了，我在看女足亚洲杯。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比赛还剩十分钟了，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，这万一因为我没有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这责任你负啊？你负得起吗？你拉倒！我告诉你，就今天，因为我没看球，中国队输了，我告诉你，这物业费我就不交了，明年的我都不交了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那万一要是中国队赢了呢？赢了我就交。明年的我都交上。中国队必须赢，必须赢。你说赢就赢啊？对呀，咋赢啊？怎么赢啊？中国足球是吧？啊。哎呀，等会儿，中国女足是吧？啊。那物业费交的可能性非常大，肯定交。你说，怎么赢？对呀。怎么赢？现在肯定直播呢，不是？啊，那肯定是这样。中国女足怎么了？中国女足对，最后十分钟了。那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团队，受过无数的奖，拿过无数的好名次，那是个团结的战斗的集体，铿锵玫瑰，都交物业费。什么你个物业费？这就物业费，我就问你咋赢？怎么赢的？现在场上比分，你怎么赢的？怎么赢？这会儿肯定是中国队发起了一轮进攻啊！守门员传给了左后卫，左后卫传给了右后卫，右后卫传给了中后卫，中后卫倒给了左中场，左中场倒给了右中场，右中场倒给了前锋，前锋就开始过人，过一个，过两个，过三个，过四个，过五个，过六个，过七个，过八个，过九个，过十个，全都过了。中国十一个队员就围着对方守门员在那玩球。哎呀，这广场你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射门呢？不行，射之前得问问那个守门员。问啥呀？嘿，交物业费了没有？你怎么还是？你到底是你要干啥？敢欺负我？你掉钱眼里了？不是，你说说你早说，你早说，我们带个手机出来行不行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都交了物费，就你俩没交物业费。你说你怎么不能？你怎么知道我没交物业费？就是，你凭什么说我没交物业费？你小黄，你这样就不对了，咱就讲个理。你要交的话，大晚上我还能来收吗？你刚才在你锁我们之前，我已经微信转账给你了。就你刚才在这跟我说交物业费，交物业费，夸我美那点那时候，我已经第一时间微信转给你了。自己都不看手机。哎呀，不是你俩这干啥？你俩交了你就告诉我不就完了吗？你这不逗我玩吗？你就把门他给关上了。这太有理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哈，你看你赖谁呀？赵刚子，就你这智商都已经欠费了，你还来收费呢？赵刚子。你俩就是俩奇葩呀。谁奇葩？不是，对不起，玫瑰啊，铿锵，你俩坑死我得了。赵刚子，早知道今天你这么欠，把我门给我关上，我出门以前我就把手机带出来了。对呀，我们带着手机，我们看个直播也行，我还能看一会儿。要不然上台山上哪找手机？手机。赵刚子，赶紧，你快点快用4G 呀。啊，我这月流量可不够了。你钻钱眼里了，赶紧的。赵刚子，想想明年的物业费，消费，靠消费，赶紧！各位观众朋友，2018女足亚洲杯开始回顾了。怎么样？快看了吧，我们后卫上的总后卫的，倒过去，漂亮的，这球你眼睛咋？哎呦，哎，这好，漂亮，倒过来，中场，中场，你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你们，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我跟你讲哈，这样。妈呀，这样行了吧？好，别跟住，别跟住。中国女足最终4-0战胜了对手。
了，你们看见了吧？路窄不一定是冤家，就怕碰见俩奇葩。